不但推测，东海真正想要的只有淮东三州之地而已。岳将军是想说，东海原本就要退，所以本王这一路的征战实际上并没有任何意义吗？末将不是这个意思。可在本王听来，将军确有所指啊。莱阳王多心了，老夫听来他没有这个意思。你接着说。是，淮东三州连接东海国，所辖离岛众多，水域广袤，东海一旦取得淮东，可据守淮水天险，易守难攻，那时我大梁将南出外海。至于为何东海国敢于孤注一掷，不惜与我大梁为敌，也要强夺淮东，这其中一定有什么重要的目的。那岳将军倒是说说，东海有何重要目的啊？这其中三州有何重要意义，末将尚未参透。尚未参透是什么意思？针对此事，末将事先写好了奏本，今日诚请陛下与诸位大人参阅。先收服。是。岳将军的想法，老夫觉得很有详加研判的必要。陛下，首辅大人所言极是。潮州上下对于东海的了解实在太过不足，也确实有可能如岳将军所言，低估了其守住淮东三州的决心。不过在臣看来，对一国之研判牵涉到方方面面，切不可操之过急，以免结论草率，反而于事无补。眼下正是年尾，祭祀仪典关乎来年国运，也不可轻慢。故而微臣建议，不妨等到年后，由内阁统召各部详加商议，把整个东境大局重新安排一遍。莱阳王所言也有道理，不急在一时。岳将军的想法见解独到，颇有可取之处。既然开年要重商东境大局，年宴之后你不必急着回去，留在京城听从安排。好，就这么定了，岳将军留在京城，年后大家一起商讨战事。臣遵旨。什么名字？你能听懂我说话吗？不会是个哑巴吧？哎，昏倒在城外头，记得吗？我们把你救回来的。城里。啊，你会说话呀？我为什么会在城里？为什么要把我带回城里？我不行，我不行。哎，你别怕啊，我没别的意思，我就想问你为什么必须要离开？离开之后你又要去哪儿？
应该去哪，可能是回建州吧。建州？你是建州人？我就在建州任职，可听你的口音不太像啊。我离开家乡已经很久了。王妃，茶凉了。王爷。嗯。天气凉了，夫人有孕在身，还是不要在园中逗留太久了。这是你进府之后的第一个年关，很多事情你还不太清楚。我把府里平时来往的人和要走动的关系列了一份单子，你照着准备就是了。是。这次东晋来京的人中，陛下钦点了十个，恩准留在京城参加年宴。这一份是他们住的地方，你也各备一份礼送过去。这几个人，李丹加厚一倍，这个月银川加厚两倍。好。茶都凉了，都不知道给王妃添新茶吗？奴婢知错。岳将军，您要调阅的军报抄本都给您找齐了。多谢，辛苦。尚书大人都亲自打过招呼了，说什么辛苦啊。其实岳将军第一次来的时候啊，应该提一句您是进京面圣的，这单单报个品级，京城实在有太多大人物了，可不就给您排在后头，让您白跑了几趟吗？这绝对不是故意为难，您千万不要放在心上。哪里的话，您客气了。你要回倩州，那你的陆隐呢？什么？走这么远的路，一路城防，总得有个身份陆隐吧？我知道你现在的样子像什么人吗？就像某一府的逃奴。啊，你还真是个逃奴啊。将军回来了。把谭恒叫来。将军，那姑娘醒了，谭将军正问话呢。把东西放我屋里去。是。哎，不是，我真的没有做错什么事，真的没有。我也没干什么呀，我就只是想要。你别哭啊！怎么回事？你干什么了？我没干什么呀，真的，我就问他一句是不是逃奴，就把他吓成这样了。哎呀，你要真的想走，谁也不拦你。可是你想过没有，姑娘，你大病未愈，又没有盘缠。连个身份你都说不清楚，你怎么活着从京城回到家乡啊？我们是真的费了一番力气才把你这条命救回来，实在不想眼看着你又出去送死，是不将军？你自己处置，我不管。将军，你去兵部要东西拿到了吗？晋尚书发话了，当然拿到了。哦。哎，你刚才叫他将军啊？他是我们倩州营岳将军。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我们不是歹人，也不管抓逃奴。那你说过
曾在庆州任职，你家将军打过东海之战吗？打过，我们都打过。我听说家乡死了很多人。你是觉得我们没有尽职尽责，护卫好百姓吧？不，我比你们谁都知道，那不是你们的错。怎么回事？既然难免要死，就不能白白的死。什么意思啊？大爷回来了。你真的是巡抚的丫头？我已经不算是巡抚的丫头了，应该是莱阳王府。那你又为何要逃出莱阳王府？又想要跟我说什么？举发莱阳王。你这孩子，你还知道回来？婶娘是非常不孝，这几年让婶娘操心了。回来就好，回来就好。叔父，今年不见，叔父身体向来可好？还好，还好，只是宫里的事情太多，没有办法。当陛下再长几岁，一切就会轻松了。飞展才回来，肯定累了，以后还有说话的机会，先让孩子休息吧。好，你住的院子我都收拾好了，婶娘送你过去。多谢婶娘。这不可能吧？你说话可得有证据。无凭无据的，你一个小丫头的话，你让人怎么采信啊？是不，将军？将军，你不会真的相信是啊？你说的话我还得再想一想。你先送他回去休息吧。你放心，我不会把你交给任何人。谢谢将军。原来将军一直在怀疑莱阳王吗？每个人的战法都不一样，无论是奇怪的冒进，还是不合情理的巧合，在战场上都是有可能发生的。所以即便是对你，我也不能明说自己到底在怀疑什么。直到今天，
一个远在京城的小丫头，直接说中了你心中的疑虑。不管什么人，通敌叛国就不能放过他。你轻点儿，下来。别的先不说，就想想咱们死伤的那些兄弟们，这事儿咱们必须得管。你想怎么管？上报兵部或者御史台。这状告莱阳王应该归谁受理啊？一个丫头的供词并不能定罪，要想找到实据必须继续详查。现在在这个金陵城里能够压住莱阳王先行立案的恐怕只有内阁巡守府。那您就带着这个丫头去见巡守府啊。东海之战过后两家随即联姻，这其间到底有什么关系，我们这些京城外的人怎么可能知道。哎呀，那而且你真的就敢确认内阁巡守府值得信任吗？那还有陛下呢，能跟陛下说话的机会并非轻易就有。将军，莱阳王正是声名赫赫之时，我一个五品参将想要扳倒他，恐怕连走出第一步的机会都很难呢。不过你有一句话倒是说对了。嗯？哪一句啊？通敌叛国绝不能忍，这件事咱们必须得管。恭祝太后娘娘心岁安宜，福寿安康。都起来吧。谢太后娘娘。今儿是大年初一，最是新春吉祥的日子，宫里以喜乐为上，哀家也不拘束你们，既然已经拜过年了，领过赏，各自玩乐去吧。谢太后娘娘。给大爷拜年。啊，大爷，您的信才送到的。给老爷带个话，说我一会儿过去拜年。是。平津知道这件事情吗？你可真沉得住气啊，怎么不早说啊？刚见到平津的时候，我一看这个毛头小子，我还在庆幸他并不知道我是谁。可后来时间长了，我想告诉他了，又不知道怎么开口了。现在发生了这么多事情，也就没有再找到合适的机会跟他说这事儿了。真是难为你了。要不我去帮你跟他说。不，姐姐，再容我一些时日，我想亲口告诉他。也好，但是不能让他等太久，要不然我可沉不住气啊。
这琅琊阁上竟然比往日还要安静，没有一丝年味儿，也就侧耳一声红棉袄的跑来跑去。山中无岁月，自然如此。这琅琊阁冷眼旁观这么多事，一年一节，一时一季，又有什么可惊奇的呢？话虽如此，但对于我来说，这一年300余天，一天12个时辰，却是最漫长的煎熬。平静。没了大哥，没了父王，也看不见你。这3年来，我自己心里的声音听得清清楚楚的，所以我不能再骗自己了。李姐，我想伴你游历山水，想陪你撰写遗书，我想做的事情还挺多的，但是我就是不能想象我未来的日子如果没有你会是什么样的，所以我想请你答应我，让我与你此生相守，永不分离，可以吗？平静，我有件事情要告诉你。你等一下，林夕。那银锁我早就已经摘掉了，想必你也知道那是父王的意愿，可我都等了这么久，那姑娘一直没有出现，所以我相信她一定有个很好的归宿。如果那姑娘出现了呢？这不是我的银锁吗？你的都摘了，我的还没戴过呢。你怎么会有这个？对不起啊，平静，我应该早点告诉你的。这不可能啊。这怎么可能？我和林夕准备开春之后下山，先到梅岭，将婚事拜告于父王墓前，之后呢，同行去北燕，他在那里有百草新卷要编，而我，就全当替兄长游一下这邻国山水。那金陵呢？终于放下了，虽然心中曾经寒凉，但家国于我，永远不可能完全放下。我只是不再试图背负一切，不再勉强自己，去面对不想面对的局面。父兄对我的期许，也就是如此。是我之前想太多了。是啊，逝者所愿，只要平安喜乐就好。你自己选择背负的全是你自己的本心。将军还是决定去见荀大人吗？思来想去，既然都有风险，那么还是首府大人更值得相信一些。嗯，这个荀大人虽说跟蓝燕王有姻亲之好，但他毕竟当朝这么多年，又是太后娘娘的嫡亲兄长，怎么着也不应该跟东海有什么牵连才对。但愿如此吧。叔父，杭州山水船屋，
到底是将门之后啊，偏居琅琊，却见微知著，身处江湖却心系社稷。我知道了，待我向他致谢。你放心，叔父还没有老糊涂。老爷，您要的拜帖都在这儿了。给这位岳将军回帖，让他明日过府。是，老爷。何大人，久等了。你们随大人呢？不是毕府封印了吗？只留小人当值。大人有何要事？是这样，我有些重要的旧档需要查一下。这个怕是年代太久远了。怎么，找不到吗？不不不不，这个得去查一下废置不用的旧档。大人里边请。大人，请看。啊，这边还有。大人，应该就是这些。将军是第一位提出来要私下会面的人，你知道这年节之中有多少人到老夫的府中来拜会吗？大人不嫌冒昧，末将甚为感激。嗯，你关于东晋的奏报，内阁上下都认真读过了，赞誉颇佳，认为你的见解独到，思路清楚，所以老夫觉得你不是不懂得拜会的规矩，而是另有缘故。是。你说。末将今日前来，愿以身家性命向首府大人举报莱阳王。仅仅是一个丫头之言，你就敢举报到老夫的面前？你怎么就知道不是陶奴的诬陷呢？东海之战，末将不是旁观者，从敌兵偷袭到援军反击，我都身在其中。其实心头原本早有疑虑，那位姑娘的供词于我而言只是佐证罢了。东晋败得惨烈，原有的将军损伤殆尽，确实剩得不多。但是像你一样从头战到尾的将军也剩下有十余个吧，为什么其他人不觉得战事蹊跷呢？那只能说莱阳王和东海的这个局做得实在精巧。你可曾知道，莫兹侯
和萧元启之间有杀母之仇啊。这个末将不知。眼下朝野上下公认东海之战莱阳王是首功之臣，陛下也已经颁旨嘉奖抵报四方，他和莫兹侯之间又有一份解不开的血仇，而你却指控他一个天大的罪名，仅凭一个婢女之言还有自己的直感，并无半分可以查证的凭据，老夫说的对吗？末将，如果搜查莱阳王府找到乌金剑呢？无凭无证你就想请陛下下旨搜查王府？正如你所说，这把剑沉于池中，那又怎么能够证明不是栽赃陷害呢？或许我可知大人印信去大理寺调阅东海通敌一案所有卷宗，重新梳理一遍，说不定能发现什么切实的线索。可是凡是牵涉到东海通敌案的人已经全数处死了呀，这件事情确实处置得太草率了。不过话又说回来，东海之战对于陛下，对于我大梁的国运影响实在是太大了，我身为首辅责任在身，即便有一丝疑虑也不能轻易的放过。不知道为什么我居然开始相信你了。坐。这个罪名实在是太大，如果没有站得住脚的证据，即便是老夫也不能仅仅是因为你的举报就随意的下内阁军令逮捕莱阳王，你明白吗？末将明白，但如果无人追查，真相又岂会从天而降？大人，东境十州军民多少冤魂亡于战火之中，现在除了首辅大人还有谁能给他们一个公道？眼下正是年关，处理事情不能急躁，在陛下复印开朝之前你不要轻举妄动，以免打草惊蛇，让老夫也好好的想一想。你来自嵌州？是。那么对深水船坞可有耳闻？深水船坞？这下通了。淮东水域地势特殊，其航道深广，避风港重。末将记得前朝有位魏将军在彭州嵌州广练水师，设想过建造大型船坞。对了，东海借助内奸情报突袭十州，其实只是掩人耳目，其真实意图只在这淮东三州之地。我说这仗打得蹊跷，更像演戏。大人，萧元启定是与东海合谋出卖军情，东海以七州胜果作为回报。你马上去工部查一下旧档，看看还能不能找到魏将军所留下的关于深水船坞的建造图稿。是。可是这有何用？如若举报，这就是佐证的重要文件。
末将领命。夫人，你最近可曾派嬷嬷去兰阳府看过安儿吗？老爷放心，已经去过了。您安排给安儿备的安神定气的补品也差嬷嬷送过去了。那就好。安儿的房间别忘了要经常派人打扫打扫。安儿是自家孩子，这事儿老爷就放心吧。秦家的姑娘一定要好好的照顾着，不能受半点委屈。老爷此话何意？哦，前些日子安儿不是受了惊吓吗？老夫心里一直惦记着。啊，明天有件事情还要请夫人安排一下。你看，确实没有了。这什么时候被拿走的？昨天巡防一合同里来过，说是要改造个旧院子，拿点图纸，他就都拿走了，都是些多少年没人要的东西。工部的档案乃皇家金匮，怎么能这么随便就给别人呢？将军，这名录是三年前整理天禄阁时抄录的，就为了留个底儿，这已经超过快30年了，属于过期报废的旧档，下官也没有理由不给何大人呢。你还谭衡，我去，你干什么？将军，那现在怎么办？何成？王妃病体尚未大愈，大夫吩咐过，要尽量静养。所以本王早就向叔父禀告过，说初十二年宴那天在过府请安。叔父当时也答应了，还说都是一家人，不介意这些虚礼，怎么今日就突然想起要接我们过去呢？王爷，王妃从小是在夫人膝下长大，就如同亲生闺女一般。这些时日王妃身子一直不适，夫人难免会有牵挂。昨天梦里他梦到王妃小的时候了，这一大早醒来实在是坐卧难宁，老爷这才派奴婢过来。啊，王爷和王妃如果今日不能过去，那我们老爷和夫人就会亲自前来登门拜访。大年下的反倒让长辈过来，哪有这样的礼数啊？自然应该是我跟王妃过去。那嬷嬷，先请花厅喝杯茶，王妃总得要梳洗打扮一番，换身出门的衣裳才行。我们家姑娘从小都是我照看大的，哪里用得着回避梳妆呢？虽然我年龄已长，手脚不如以前伶俐了，但站在一旁递个粉盒什么的，老奴还是可以侍候的。也好。王妃，姑娘慢些。老爷，按我说的，把事情问清楚了就是，不必多想。见过叔父。见过叔父。沈娘。沈娘。不敢不敢，不必多礼。到了叔父的府里，自然是该行家礼。安儿，怎么一场病，脸色这么难看了？咱们到屋里说话去。哎，
王爷，他们娘俩说话，你去干什么呀？走走走，到老夫的房里，咱们喝两杯。墙畔白首如霜，灼灼堂笛，更顾自在花帐。渔舟风狂，何妨？林前月明，看层峦叠嶂。寒桥金鼓掌，引千骑卷平冈。烈酒当饮尽殇。男儿归来战北方，此心速血乱长江。论豪气何曾愿悲凉，清贫世间香。两公苍夜无伤，叹天道何时不幽茫。金丝玉品雪狼，谁也都舍心忙。唤男儿归来战北方，寸心寸血万丈江。论豪气何曾愿悲凉，清贫世间香。天下从此。